事，我来唱一首歌。第三首曲子是《红军光芒》。
第三首要表演的是散步。好，他们的三首曲子都表演完了，请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这26位同学啊，刚才也许各位同学会觉得他们的唱歌、他们的直笛还是有一些生疏的地方，不过我要跟各位同学讲，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礼拜啊，是在考试之后啊，他们才进行所有的练习，甚至呢，我们还有3、4、5年级的同学，他们刚才所表演的直笛都不是他们平常在课程当中所练习的，所以在这一个礼拜当中，他们必须要加紧的努力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个表演节目，不用说你们就知道待会要表演的是什么节目。好，扯铃呢，我们原本有4位同学要上场，不过呢，现在你们在台上只看到了3位同学，其中有一位丁大光同学呢，哎，我们大光在上个礼拜五练习的时候不小心摔倒，所以他的手现在正在复健当中。嘉珍，音乐准备好了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特别邀请在舞台上头的3位同学，朱远桥、周哲安、李元达，他们3位同学要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扯铃表演，变幻莫测，掌声鼓励。你们要记得抬手。